现在我们其实一百进四十九所有的上半区的出战的舞者和下半区 call 的舞者，这个赛段已经全部结束了。目前我们产生了46名晋级的舞者，还有3个空缺的席位，在这一边还有29名舞者没有机会上台表演。哇，这边。是啊，这边怎么办？出于对每一位舞者的尊重和比赛的公平，我们将给予每一位未出战的舞者展示的机会。我们将把所有没有表演的舞者分成作品区和 battle 区，舞者自由选择出战区位。四位队长在看过你们所有的作品以后做出选择，选择最终哪3名舞者晋级我们的全国49强。公平，算公平，对，这样很公平。这一次的这个赛制让我觉得还是挺暖心的。节目组 respect。 那么现在请选择 battle 的选手站到我的左手边。我选啥子呢？我直接在 battle 上，所以这我不可能给你两摆噻。跳作品的选手站在我的右手边。哦，哇，都换衣服了。我们先要进行的是我们的作品赛。I feel like I did my best. I think I would have done a very good job. 在这么激烈的竞争的情况下，节目组仍然给了每一位舞者一个展示的机会。So many amazing souls. 已经是最后的机会了，我一定会拼尽全力让自己留下来。我这个作品一定可以打动全场。